女子八家将帅气演出，台味十足，吸引众人目光。我国驻泰国代表处与台泰双边旅游业者日前在曼谷举办第四届在游台湾嘉年华活动，吸引许多当地民众参与。我们再次的欢迎泰国朋友能够在最近又再回到台湾去旅游，那么这个让台湾的风景、人文跟人情都能够让泰国朋友感受得到。现场不只有各式各样旅游行程，还藉由有趣活动推广台湾在地特产。驻泰代表童振源也亲自帮忙推销，示范如何制作 Q 弹的手工面线。他骄傲表示，泰国来台旅游数稳定成长，去年增加45.5%，最大推手就是开放泰国观光免签证措施。我有会诊的十大理由，包括我们的美景，包括我们的人文，包括我们的热情善良的百姓，还有我们最安全最便利，还有科技，还有教育，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还给泰国人免签。为因应旅客成长，航空公司也增加班次或新增航点，包括长荣航空即将在7月开通台北清迈直飞航线，连接台湾与泰国北部，提供游客更多选择，希望吸引更多泰国朋友造访台湾。